對我嚟講好大嘅幫助就係三分鐘見證，自己從心而發同天主嘅曾經相遇，甚至而家講嘅時候都繼續相遇緊嘅一個故事。而家會成日用同一個故事咯，即係你遇到嗰個人或者點知道佢需要啲咩嘅時候 ，OK， 咁我俾我個見證你，我個見證係咁樣嘅。咁你見到佢係一路有聽有跟住你講，之後到啦，咁佢就會覺得想聽多啲咁。咁所以我好中意三分鐘見證，我覺得有好大好大嘅得著，亦都好感恩可以上到呢一個嘅課程。